花坛乡花坛国中是彰化县体育发展的重点学校。为了了解基层的教育建设，彰化县议会第二审查小组伫今仔日就前往花坛国中视察 PU 跑道损害的状况，并且向中央争取经费来补助，让运动选手会当伫训练的过程当中无后顾之忧。在落雨了后，花坛国中的 PU 跑道就出现积水的情形。为什么雨水无法度排掉？是因为跑道后边的树根侵入，雨地面扑起来。学生在面顶运动的时阵，一无注意就会滑倒。花坛国中校长表示，学校操场跑道边的树根已经伸到跑道中，造成地层下陷无平，影响到师生甲民众运动安全。虽然无达到上佳使用年限，但也是需要进行改善。这个我们 PU 跑道。因为我们的树木会铺筋，还有会硬化，然后还有我们内侧跑道，因为我们花坛国中是基层训练站，内圈跑道使用非常频繁，所以内部跑道也会凹陷积水，对于学生的一个训练，安全上或者上体育课都有疑虑，所以我们就跟县府体育署来争取经费，来整修这个跑道。为了了解受损的状况，彰化县议会第二小组也特别前往现场视察，了解受损的状况，希望改善工程会当早一日施工。委员校长真努力、真用心吼，拍公文去哦，咱县政府，县政府才甲送咱的迄落教育费啦，下跳数吼，补助咱900万啦吼，咱的配合看县政府配合800万啦，因为呐。会当大概拢讨到800万，咱配合800万，我相信咱大家议员拢足欢喜的，大家拢足爱的吼，希望大家拢甲因做好啦，吼、哦。因咱配合看少嘛，会讨济嘛，咱这替咱的飞跑道吼，一直咧囡仔安全，有人跌倒，轮胎断去，到即阵还阁无咋复回，吼、哦。你毋茫看讲是好好，因为这拢安全拢是关关家家，囡仔咧走吼，有时踢到，有时跌倒，咱毋知当时要冒险。希望咱这议员今仔日来花坛，甲阮关心咱的PU跑道，予阮会当完成这个任务。若是剪彩的时阵，则愿再请咱这议员来甲恁观摩一下，安你甲我安好无？好。伫经过会勘了后，议会审查小组嘛认同需要进行改善，将由县府提拨予中央争取经费，希望伫今年度会当进行施工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坛采访报道。